Climax Honor 大设计，囧居逼仄的城市，一个能种花养狗的院子是很多人的梦想，可它什么时候能实现呢？中国第四代住房就能让大家都拥有院子。它结合了郊区别墅、胡同街巷和四合院这三种形式的住房，每一层都是一条街，每一户都有私家庭院，这设计真是太美了。什么叫第四代住房呢？这其实是清华大学建筑研究院设计的一种全新住房形式。脆弱的茅草房是第一代，结实一点的砖瓦房是第二代，第三代是楼房，而第四代被叫做庭院房。同样是住在高高的大楼里，但它可不是一间间的鸽子笼，而是以层为单位，每一层都是又高又宽，有着大家公用的街道和院落，像住在四合院里一样，重新有了街坊四邻。此外，每户都拥有一个两层楼高的室外私家庭院，可以种种花养养狗，而且每层楼之间的屋顶设计都采用隔空式，不仅隔绝噪音，居住起来就像独门别墅一样舒适。大楼的外墙覆盖着植物，充满了自然的气息，汽车能驾着电梯直接上来，停在家门口，生活出行也非常方便。这种空中庭院大楼建筑占地和建筑成本和普通的电梯房差不多，却能更好地满足大家的生活。在城市中过上庭院生活真是让人向往不已，你觉得这个设计可行吗？视频元素来自互联网，由 Max Honor 创意公园翻译剪辑制作，感受最美创意生活，请关注 Max Honor 创意公园。